我靠，这他妈屌雷子跟着我进去的，哎，除了这个脚会断，你还会干嘛？慢慢来，有点危险啊，这。哎呦！哎呦，停车啊，停车啊，大哥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还没死，我操！这样都没事，我感觉好酷的样子。哎呦！我靠，双叉！哎，这怎么办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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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地方？啊，上面是上不去，啊，上面过不去，要当那个叫什么？他插的那一瞬间才能，哎呦，才能跳，哎呦，哇！这什么地方？我搅拌机！哇，这腿是受不住了。我的腿是泡沫。就是现在，走！又差点查到。站在前面一点，应该不会被削到。可以，在黑色的地方下去，现在要跳起来，再跳起来，停车，算好时间。哎呦，就是现在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什么地方？嘿，嘿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掉下来就完了。他那个刚刚快到终点了，但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样怎么上去，我再去研究。戴着头盔了，想搞我了。哎，我操！新买的鞋，我操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操！我的残疾人士要爆过！哎呦，大哥！哎呦！我靠，这他妈这一小块肉是要干嘛？哎呀，能不能完整的通关啊？这不是缺胳膊就是缺腿。他的帽子从来没有戴住通关过。哎呦，走走走，哎呦，一击魂。我这是七，找你停车。哎呦，呜，哦，大哥，哇，妈逼，菊花都给干到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的妈！哎呦，上来上！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难逃此。